多謝。同埋每一集入邊咧，到最後嗰分鐘咧，咁我都會同問下我嘅嘉賓、如果用一樣食物去比喻而家嘅娛樂圈，會係乜嘢食物？嗱，我正話講咗好多分享，係好多唔同嘅 case， 好多唔同嘅個案。咁我會形容花生，即係而家有一盤花生，只要你拎出嚟，你搣開佢，你先知道個結局。花生好多時候。金玉其外，搣開咗食，入邊係爛。所以喺我哋呢一行業，其實個個都有個願景，個個都一廂情願。呢粒花生你睇下幾靚，其實一搣開，即係話你做一個你想做嘅項目，出到嚟盤數話俾你聽，你粒花生究竟係靚，抑或係爛啊？認唔認同到咧？認同，認同。多謝你今天的分享 okay, 多謝你，期待你開班。咁好了，我哋節目尾聲了，我每一集都會問一問我的嘉賓，如果你要想一樣食物代表而家的娛樂圈，你會想到一樣咩食物？我自己最喜歡吃的一樣嘢，榴蓮。當你苦盡就會甘來，但係很多人認為呢個甘來是臭的，但我覺得呢個甘來是甜的，當你要等它熟要開蓋的時候是辛苦的。總之我好中意食咧，我哋下次約埋一齊食。唔該曬 Kim and 祝祝。如果今日我想請你用一樣食物形容而家嘅社會，你會用咩食物形容？我應該而家嘅社會，或者而家嘅世界。其實我自己就想用蘋果嘅。又不敢講形容，應該是這樣講。我覺得真的希望做到啦嚇。有和平的結果係，所以就是蘋果啦。希望係咪咁啊？希望大家可以嚇、每日一蘋果啦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啦。好，好，多謝你。Thank you。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。好 ，Thank you。因為我每一集的嘉賓我都會問，如果你要想揀一樣的食物，你應用現在的世界，你會覺得是一樣什麼食物？我會覺得是 Custa， 即是那些叫什麼 Custa， 即是譬如我們吃批啊，有些黃黃地那批東西，那個醬甜甜流流流又黐粒粒的，又黐粒粒又好味，但你覺得好邪惡。是的，沒錯，就是這個感覺。就是一撇嘢，你會覺得有好多人都覺得好香好好食，但你呢樣嘢係咪真係咁適合我哋咧？或者係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咁嘅樣咧？你認親呢個樣嘢，其實又黐立立，又食咗落嚟個糖分咁高，對身體唔係咁好，但你又好中意做呢樣嘢。咁呢個世界咪而家我哋咪做緊呢一樣嘢咧？一個好混沌嘅社會，冇錯，我都搞唔清楚啦。anyway， 好高興認識你 ，Chris， 多謝多謝。咁我哋。Anyway， 每集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我哋已经到最后了啦，系啦，你都知道我规矩，一定会问我嘉宾。如果你要用一样生果，应用生果啊，唔系，一种食物，食物搞到我乱咗啦，一种食物应用而家嘅世界，你会系一样咩食物？哇，呢个食物啊，真系好难谂喎，不过。我第一時間有一樣嘢喺我有一個生果喺我個腦裏面出現咧，就係嗰啲紅石榴。其實佢俾我催眠咗，我講生果。係啊，你應該都係噶啦。紅石榴點解咧？紅石榴佢裡面有好多一粒粒好細粒嗰啲咧，咁、我覺得世界咧其實就好似呢個石榴裡面個果實咁樣，每一個人係啊，每一個人咧都係去一齊去建立。咁佢呢個生果好有營養啦，好豐富嘅礦物質啦。咁其實都係世界咧，應該係咁嘅。每一個人都有一啲正面嘅 contribution， 就可以令到佢。同埋佢哋嗰個 linkage 係好緊嘅，係大家互相貼住對方。係可能仲有前世今生啦，係咪啊？好多啟示得啦，我哋做完節目好多嘢，你唔好阻我哋啊！再見。